轩辕剑七，那为什么我打得赢了？怎么会那个？也是因为我把难度调成简单。我原本是普通啦，我调第一级就比较好打。虽然他打我，就是他之后打我还是很痛，就是说他没打我，就是他在第二阶段的时候他打我也还是一样，直接扣到快死哎。但是还好，就是他没有太多的招，就是他不知道，好像我就是可以跟他硬扛就对了，所以就还好没事。那我们继续。那我兄弟，哈，直接硬扛就好了吧，感觉可就不太那么多哎。好，我看一下这边是什么地方，为什么我还差那个。我最近比较少玩这款游戏啦，其实是因为就之前就卡在那个铁铜人那边，我就觉得啊靠，怎么打啦。然后突然想到，哎，对呀，现在好像是有难度可以调的，那就调简单就好了吗？为了我进度，因为我快没片了，其实。我就是今天呢，其实是我今天其实是四月24号。那我在4月23日的时候，我就去又去刺了一个刺青。其实我现在身上就只有三个刺青而已，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，我第一个刺青是2月19日，本来是11月啦，就是那时候刚好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就，哎呦，那边没有东西吧？应该因为疫情的关系，然后就被取消了嘛，所以就变成说拖到2月才刺第一个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因为我都只是 po 在我自己的 IG 上面而已。这就是轩辕剑吗？传闻说是一把黄金大剑，现在看起来却像是青铜剑，生锈了吗？夫人说，她将轩辕剑的力量封印了，也许这才让它看起来普通吧。铁棒，小心！哇！竟然暗算，可恶！红姐姐，快走，不要管我！不许动！你若念口诀，我便杀了他。这封印连我都无计可施。没想到你却解开了，你果然不是普通的猎户。你身上那一册竹简就是13年前消失的天书吧？神器的封印就是靠天书的力量解开的吗？放火，不然交出天书，否则把你们全杀了。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，一介凡夫俗子，手握天书不懂得善用。明珠蒙尘，若是交给我等用之造福苍生，才是大利。大利？为了大利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？你就可以杀死1200位同门师兄弟吗？我所做的一切，都经受墨哲的本分，为所当为。我始终谨遵师父的教诲。哦，太傅教你杀害同门了吗？太傅教你用机关术杀人了吗？还不是因为那可笑的机关术禁令，否则何须至此？是师父不懂，墨者本不该怯懦守城，而要迎时代巨浪做乱世前锋。他就是迂腐过头，才为了那群不明事理的渔民白白送死。
舍大利而逐小利，令人痛心。大利，小利，难道对你而言，多年的同门之情，全都能以利弊算计吗？若我做的一切在你心中便是如此不堪，那便无需多言了。留下天书，放你们一条生路。子虚，快走，别把天书。还不明白吗？杀了你们再取天书也是一样，何必送死？他去送死了吗？那个女的。我明白了，他妹妹。子虚，退后，离开天书。子虚，你在做什么？他离开之后，其实可以念口诀进去吗？与我却是无用。若是能保护重要的人，将天书让与他们，又有何妨？子虚，你……他可以直接把他收进去吧。练口诀就可以了吧。这是帮我的还是帮他们的？是帮我的哎，他不会是大王哎？对，真的哎。天下地灵，对，也是大王哎。哦，还是中了，直接倒在我那。他应该不会死吧？他主角、主角哎。应该只是受重伤吧。原本我还想说是妹妹会死的说。大王好用啊。被抓到就智障了，结果轩辕剑没拿到啊，这重点。不过还好天书没有落入他们手中啊，我还想说是不是 结束了，我还有成就还没解。感觉快，其实感觉快结束了吧？确定这个游戏有多久？因为我玩游戏几乎我都不太差什么，就是我买游戏啊，就是看哎，那看起来不错哦，我就买了，买了之后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我来吧。哎，他什么为什么会这一招？子虚，红儿，你醒了。太好了，红姐姐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安全了吗？安全了，那就好。你这个傻子，到底在做什么？我这不是担心你吗？这次拿天书，我去找找路。疾风大王也一起来。啊！本大王也要教训这个傻小子。来，不是说这个。我都给你使眼色了，你没看到吗？啊？没有。那你没发现我在拖时间吗？大王，你去照照路好不好？啊？那你呢？我以为你是真心。我累了，想休息一下。小丫头，求你了。
好吧。为什么不开心呢？气死我了！你这傻子。疼。还吃醋吗？傻子。我觉得，哎呀，哥哥心里……你刚吃醋了？不是只有我了。没有。我也说不上来。见你们表现的熟人，就有些不是滋味了。毕竟，莫慌与我有生死大仇。生死大仇，是13年前的事情吗？嗯，之前就和你说过，阿母在我眼前被李军所杀，那人就是莫慌。是吗？有看到脸吗？我怎么没印象了？若你要去复仇，我陪你。嗯，我与莫黄过去虽是同门，但如今却是生死之仇。他甚至还说，上墨的东西碍事，灭了便灭了。若不杀他，何以告慰我上墨1200条冤魂？刚刚是为了给吉鹏大王争取时间，才假意与他多说了几句。可刚刚……以后不许胡思乱想。好。还有，以后别那么傻。你天书在手，若是要走，谁能拦得住？叫你走就走，就算拿我要挟，你也不许以身犯险，知道吗？不好。哎呦，那么浪漫呢？算不是傻子吧？吉鹏大王找到出路了。多亏了大王，走吧。好。奇怪，香儿，难道轴承又坏了？奇怪，没有啊。他的灵魂不是刚刚跳崖的时候摔着了？我没事，转一转，扭一扭就可以动了吧？瞧，修得好吗？我检查一下。那个，虽然现在是机关的身体，但总觉得有些不好意思。阿兄和吉鹏大王，可以先回避一下吗？哦，好。正好，小鬼跟我来，看看有趣的东西。哎，小丫头，红姐姐帮你检查机关呢，别淘气，快撤了借物代行的法术吧。奇怪，真的没有什么损坏啊。我真的没事啊，刚刚就说了。你刚是腿软还是怎样？那就是有事了。这是少女时代的那个台词。你说吧。大王，要我看什么？到了就知道。好。错失良机，去拿那个东西吗？对了，我还以为大王会先一步回莫浪河去的，怎么又回来了？我怎么可能先回去啊？大小姐可是吩咐过要我好好照顾你们的，你们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要怎么跟大小姐交代？多谢大王了。
刚刚若不是大王出手，我们可能真的要交代在这儿了。哎，要不是你太笨，也不必搞得这么惊险。搞不好，立刻回复50点。下面的其实我也不太用啦，就是16个感觉还可以吧。先不听他讲话，我想看那个点数。快木跟白钢，丝绸凤凰柳，凤凰绿，凤凰楼，随便。人剑也可以顺利。哈哈，抱歉啊。哎，这没有喂。带走。是我心急了。我这进来路，一直绕回来。那这里也是吗？哦，不对，这里才是。那这个。哦，吉鹏是叫我跟着他去那边，那所以这里就没路了哦。好，我之前有看武秋风，有玩这个，因为武秋风算是我唯一一个会看的台湾实况组。那玩这个，他说眼神很死啊，怎么的？我自己觉得就是。他讲一讲是啦，但是对我来讲也还好，主要就是还是一个情怀跟剧情吧，我觉得，因为轩辕剑真的太经典了。对，刚刚有说我之前买游戏就是这样子啊，就大概看一下，因为我什么都不会看，就是如果我真的会看别人玩而觉得好玩的，好，没差。就是真的看别人玩然后去买的那一种，大概就真的是太好玩，然后觉得自己也可以玩更多吧。这里是人为修建的。没错，这就是人为修建的。没想到从上头跳下来居然跳到这儿了。你和你和稀改变真大。我比较好奇我现在的是什么，我现在用什么东西。这两个为什么还是锁住？哦，剧情，哎，那剧情还有很多耶。这样想的话是不是那是都满的耶。好，有状况。哇，这个打盾超好打的。太棒了耶、对，那我其实不太会看然后去买游戏，像实业买游戏的话他都一定会看，就是看到名字觉得不错，然后再看那些宣传片啊什么的，然后再看那个别人游玩的一些经验，还有一些评测之类的，就是那种别人玩的论坛巴哈里面的一些那个那种评论。我自己要买游戏真的都不会看，像之前很多啦，其实有些我可能没有给大家看过吧，反正就是像 Days Gone 啊，往日不在吗，这个叫，我也是到啦。我是自己买的。所谓黑火究竟是什么东西？它既造成破坏又会带来妖魔。小鬼只要知道它聚合起来可以毁了整个轩辕界就好。曾经
本大王目睹黑火化作一头黑火龙，整个神州大陆为之动摇。是本大王带着两个小奴仆才化解了这场危机。啊，说来也是百多年前的事情了。香儿不会有事吧？别紧张，大小姐那儿自有办法。好，然后呢，就是，所以我的购物几乎都是这种，算冲动吗？算吧，就觉得，或许都可以试试看啊，就是看手边的评论，就是，自己喜欢的东西跟别人的那个喜欢的不一样。大人，舒元气取出的元灵一样送往瑶山吗？不，全部送到昆阳去。琉璃？大人，之前墨皇将军不是说元灵一律送往瑶山？若是送往昆阳，那天火炮……师兄他找到了上古神器轩辕剑，用来为天火炮注入能量，绰绰有余。此战平定陆林贼党之后，师兄许诺的太平治世便不远了。这些元灵省下来，送往昆阳战场。是。去吧。我剑还没打墨皇。舒元气，似乎正是凤林村设置的机关，看来是为了量产武器而做。不过，这样的规模大上许多。疾鹏大王，你说？疾鹏大王，不过说实话啦，我自己对于疾鹏大王。小鬼，好机会！啊，本大王帮你把门锁上，你去解决那个婆娘，把元灵武器抢过来。我回去叫红儿和香儿过来。蠢呐，你往返一趟就来不及了。等等，这是异地山的黑雾大妖。大王说的对，还是我来吧。机不可失，快点动手。笨蛋。哟，是个小伙子呢。他是只吸收那个黑火然后附身吗？这样我是不是可以吸收他了？无耻，宰你们！简单是比较好打哎。看来我是见不到。师兄许我的。哎，
军驻扎于此，肯定有什么理由。应该有了吧？是不是？还没呀、啊。那，那你还不快找找？这不是找天书啊？反正我刚刚是想说，其实我自己对于轩辕剑的机关术我是没有特别喜欢。应该我前几集也说过吧。射天火炮于瑶山，我亲自坐镇，各路贼人若赴昆阳，一举歼之。园林武器被妥后，速送瑶山折冲营。我已向朝中求援，调40万大军来此，截击贼党。近日贼人横行，师妹行事务必小心。阿兄别紧张，是我们。左右等不到你们，我们就自己过来了。你们没遇到李军吗？顺手解决了。这里怎么回事？好多元灵武器。这是个好机会。我们可以将计就计。怎么说？李军计划把这些元灵武器送到瑶山的折冲营，估计墨皇会在那儿带着轩辕剑为天火炮注入能量。我们伪装成护送元灵武器的李军，就能潜入折冲营，如此便能找到墨皇，夺回轩辕剑，也能试试摧毁天火炮。可我们都被李军通缉了，要怎么瞒过搜查？这事可以请文书帮忙。我们躲在马车里头，让绿林军的士兵伪装成李军。小鬼此计甚妙，正是本大王刚刚想说的。李军本是精锐部队，人数不多，或许没那么容易混入。不过，只要能靠近折冲营一些，就有机会。对，能够绕过王莽的40万大军就行了。等等，40万，可以一试，毕竟眼下也没有更好的方法了。有阿兄和红姐姐在，我是不会怕的。本大王身经百战，自然是不会担心。妹妹，既然大王不担心，聊开了，那就这么办。我们还得仰赖大王的才智，要是大王不愿，那就……晓得了，本大王就来见识小鬼的计谋有没有用。再怎么说，轩辕剑还没拿回来呢，可不能放过那家伙。先离开这儿吧，尸气闷得本大王浑身不舒服，毛都塌了。你们刚刚聊了什么吗？你猜。香儿，你们刚刚聊了什么呀？反正就是说，我之前应该说过，就是我不太喜欢那个机关术的剧情，我还是喜欢就只是单纯的说神器啊什么的，但是也没差啊，反正就是因为轩辕剑系列还是要玩，一定要的。然后之前有看到观众说需要我多讲解一些补习术，因为我真的我有回啦，就是我其实玩游戏我都不太做功课，所以又不太确定我可以讲解什么。比如说游戏的内容嘛，如果说历史的话我自己是不懂啦，因为我以前我也是真的没有在读什么历史的。我现在可以下来耶，我有点意外哎，各位可以进去吧。好，不行。那讲解游戏的什么，我也不太，真的是不太确定啊。反正我就尽量。我就尽量的。应该比较好打了吧。
对，现在都比较好打了。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宝箱啊？画格蒙红蒙气吗？先祖这一座什么东西没有宝箱哦？啊，对，我之前有说，今天是4月24，那就是我刚刺完我第三个刺青的隔一天。那我现在呢？然后也有说一下，第一个刺青在2月19，第二个我是在4月6号，那我现在第三个4月23，好像看起来是蛮紧的啦，但是其实也不会，因为4月6号为什么那时候会刺，是因为那时候复活节就是你们清明节啦，所以呢，之后有假期，我就想说我可以多刺一个。七孔大王，晚辈有一事请教。是想问我家小姐的事情吗？说起小姐，本大王这几百年来可再没见过第二人如小姐般聪慧了。红姐姐，还是等她说完吧。小姐也总还是有让人担心的地方，几次遭遇危险都是本大王出马相救，小姐才脱离险境。要不是本大王，哪能有如今的太平盛世呢？原来如此，晚辈受教了。但晚辈想再问，大王曾说夫人背着黄金之剑，可是上古神器轩辕剑，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武器配得上我家大小姐？上古神器？上古十大神器能力样样不同，但皆是惊天动地，尤其是轩辕剑拥有神器中的最强力量。没想到传说中的神器真的存在。然后呢，就是那时候就有假期，所以我就吃了。然后呢，那这个的话，其实本来也没有想那么早吃，我因为刚好看到有不错的图，那就想说好吧，那就顺便约个4月底这样子，所以就变成那么紧。其实本来4月18号吧，好像是又一个啦，只是说那时候他刚好取消了。然后那个我是说实话，我也没有很喜欢的。那个算是说不小心。那个会不小心是因为就是跟一个算新的刺青师聊天，然后他就说哦，要不然你也刺啊，然后说哦好啦，反正看价格也便宜，因为他是新的嘛。快死哦！他们好，然后但是那个图呢，其实就是一个伯杰做的新图。然后我本来有点兴趣，是因为他有一张图啊，他是狮子座嘛，然后他那个狮子座的图就是，有一只狮子在星座这个星图的后面，然后我就觉得哎，好帅哦！那摩羯座他会用什么？因为摩羯座就是其实山羊啊什么的，那结果。他画出来之后，就只有那几颗星星，我就有点好吧。但是又觉得反正也答应他了，就去啊，也没差吧。一旦事成，不仅能强化绿林军的武装，亦能借用他们的兵马作为掩护。如此也算是墨子所言交相利的行为吧。子胥说起这话
倒有点墨者的模样。多亏红儿一路相守，我如今姑且也算是墨雪小城了呢。小鬼在那儿吹嘘，墨雪可不仅如此而已。哦，那就要请吉鹏大王再多给后学指点几句了。本大王教学可是特别严厉，就怕你顶不住。我其实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很好奇是听什么感觉，还是说大家也有他有兴趣可以留言看看呢、啊、还蛮好奇的。因为我当初会想要听，有一部分也算是因为台湾的朋友他们都就是也不是都啦，就蛮多朋友不是有刺青就是对刺青有兴趣。那我其实自己也蛮喜欢的啦，就是我不是因为别人也吃我也吃，就是我主要是真的想到要吃什么吧。我希望把刺青算是就是记用刺青用刺青来记录我的一些这一段这27年来的一些事情。我觉得对我来讲影响算蛮深的，像是一个女生就是跟那一段过往吧，然后他对我的影响，然后类似这样，就是当然没有很具体，只是说那一段让我在那边一直喝酒啊然后心碎的那一段经历，然后会觉得好我就用来记录一下吧。然后有些是一些自己的体会跟我的想法啦，就譬如说我很常以为我是可以抓住时间啊什么的，而且我最后发现其实是时间在消磨我，这样类似这个意思啦。反正就是类似这种的吧，这些对啊。包如果有刺青的人可以下面留言说你刺了什么，然后因为什么而刺，当然你也可以是因为那个图漂亮而刺的，我是觉得没有问题的，就身体是大家自己的，没有说一定要有意义在刺啊，就我喜欢刺就刺啊，干嘛要理别人，就是我是这个意思啊，我觉得。然后实业也想刺嘛，就是从我们人王的影片有看出来。然后呢另外还有就是讲话，我想说有任务吗？另外还有什么？那我其实5月应该也还会再吃啦，只是说到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故事了，因为那个真的是我觉得很好看、很好看的一件事情。当然。大家可能会觉得还好，就是我自己觉得我看了还蛮多刺青师的设计，算是蛮特别的。所以呢，就是这样。那另外还有什么？另外就是。我不太确定，好啦，不过今天先到这边结束了，我们刺青的话题下次再聊好了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